要知道我们的孽障深重，这孽障有旧业有新业。原来有一个讨论，好像大业往生，大家对大业往生好像不敢有否定，但是却有个观点说，只能带旧业，不能带新业。那你怎么界定旧业和新业呢？如果你以时间段来说，旧业是比如说你学佛以前，由于迷惑颠倒，没有皈依三宝，不信因果造的孽，属于旧业的话，那显然，那阿弥陀佛的旧业是可以带的。但讨论你新造的业，新造就是你信佛之后、修行之后，你造的孽能不能带的问题。应该可以这样来辨识：我们已经学佛了，信因果了，也受了戒了，一定要深信因果，不要去造新的业了。但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很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学佛之后就不造孽。孽是什么？孽是它的造的工具是身口意，身口意是造作孽的工具，它或者造善业，或者造恶业，或者造无忌业。善业、无忌业都是三界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显出净业，修出离道的清净的超越性的业，念佛就是净业。你在世间做点慈善，这是善业，这个杀盗淫妄酒就是恶业。我们在这个世间举心动念也是在造孽。试问你的念头当中有多少是净业，有多少是染业、恶业和善业？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去分辨，我们才知道自己仍然还是在继续造业，只不过是比原来程度轻了一些，不敢去造那么一个明显的粗糙的恶业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净土法门它是特别法门，阿弥陀佛慈悲广大，阿弥陀佛知道我们是不断造恶业的众生，虽然你信佛了、修行了，还在造种种的孽。这里不谈你的业力的新旧问题，不谈你业力的多少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一个原点，谈你信愿有不有深信切愿念佛的问题。你只要具足这三要素，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弥陀佛的大愿船，能带旧业，也能带新业，都能带。但是我们可千万不能以为他能带阿弥陀佛能带新业，我们就敢去造新业，那也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奉行净业三福，还是要深信因果持戒随缘消旧业，更不造余殃尽量去做，能做到什么水平就做到什么水平，实际上也做不到完全不造业的水平所以你只要对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的本质内涵有一个信解和把握的话，你就不要去担心带旧业的问题、带新业的问题，一切业都可以带。造了五逆十恶的罪人，要下阿鼻地狱，临命终时一念的忏悔，一念的自诚念佛，阿弥陀佛都会把他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